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，截至今天凌晨，全球感染者超过460万，其中近31万人丧命。阅历，扫描 QR code， 12个与您健康息息相关的主题，有医师、营养师的建议，还有蔬食食谱，让您清安自在。2021静思阅历，静思人文虔诚发行。